对面男生。我们看到漂亮的前导车，包括了警车、拍照，还有我们自己的这边的宣传，而且男生也看见了很多我们后里的当地的围巾男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我们台湾的后方，就是所有的男生，以及这个男生。买东西啊，两千公的会迷，要办世界花卉博览会，后里呢，就是其中一个重要、最重要的场地，就是别人倒立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高兴有这么多朋友来参加。